内是晚岛，内是晚岛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离开，他在左边行事，我却不能看见；在右边隐藏，我也不能见他。然而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经。约伯记23:9-10。人在患难的环境中感受不到他的存在，其实是他在试炼人。在环境和经历中，人会对神有误会与不解，认为他离开了，虽然他仍旧在做事，但是人感受不到，只有经历过后，人才知道自己比以前更纯，生命中的杂质和水分也被除去了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你让我知道你从来没有离开过。有许多时候，你是在试炼我，要除去我生命中的杂质和水分。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